家好，我是布丽，我在山东，这是我婆婆，还美吧，真好看，大美女。妈妈，你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呀？吃这么多，那不是地瓜吗？煮地瓜了、那我们吃个辣条子吧，我有点想吃辣条子了。行，你火，走吧，你弄个吧。好，那我就弄去了啊。妈呀，赶紧吃饭，做好饭了。来看看。哦哟，小宝贝儿嘞，这个帽子戴着很暖和，感觉。走走走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走。走吧。走走，姐，走。走开饭喽，开饭喽！妈呀，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吧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估计等到谁要辣条子，人家吃了，旁边别人碰瓷了，你瞅我得请他请他了。跳啥舞？不行，要不我得请他。哈哈哈哈哈！好。玩的怎么？哎，老公来了，来，鼓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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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